准备要过年了，对不对？我是 Tony Chen 老师，老师目前的位置呢在台南上化哦。过年呢，我们都要理个头发。Tony Chen 老师呢，从台中专门来到上化，就是呢要找呢我们的老朋友房香纯，同时要推荐呢房香纯的家庭理发，有没有男士理发？哇！他的服务电话在这边哦，如果呢你们呢要来的话呢，啊先打个电话预约，因为房香纯呢他现在是歌仔戏的名旦，常常不会在了哦。来，服务电话看一下，0983-618-832，0983-618-832。哇，房香纯呢啊，又香又纯哦，很多观众朋友已经很想念他，怀念他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赶快进来。哎，香纯，哇，又香又纯，房香纯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哇！过年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呢打点个头发啦。我这个头发在台中理的，已经理刚理没有几天，但是觉得这边还有一撮毛，你知道，还没有帮我修好，所以今天特别来台南上化，对不对？来找你帮忙哈。来，我们的这个店的地址在上化，能不能给我们讲这个地址在哪里？台南市，上化区，对，和平路202号。好，和平路202号，很清楚了哦。那我们的男士理发，对不对哈？这个的话呢，开放时间是每一天几点到几点？早上十点半。哦哇，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半，每天开12.5个小时呢。对呀、啊。哇，很超呢。那我请问一下香纯哦，我们里面有没有在按摩呢？没有，就是纯理发。哦，纯理发啦，那家是纯的啦哦。那各位有没有看到，好特别哦？哇，方香纯的男士理发还有兼卖刮刮乐哦。大家知道要卖刮刮乐呢，一定要有证书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证书我们知道呢，就是呢比较呢这个。低收入户或者是身障人士了哦。那我们房香纯他也在卖刮刮乐，他向老师要问一下他有没有证书哈、哦？香纯，你有证书不？当没马乌，当没马乌，来给我们观众朋友看一下哦，来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台湾彩券哦，我们呢？房香纯的本名也在这边了哈，这个是你的本名嘛？房彩杰啊，经销商的证号这边都有哦。然后呢，有效期限哦，到112年12月31号。所以我们各位好朋友，房香纯啊、哦，他兼卖呢刮刮乐，绝对是合法嘛，对不对？好棒哦哦。那康先老师今天来呢，就是拜托你哦。帮我呢，这个头发修饰一下好不好？老师，好，为三女重新设计，帅气十足。真的啊，重新设计哦，哈、哦，我等不及了，赶快进来哇！黄香纯的家庭理发，康轩老师啊，真的极力的推荐哦，因为他的收费呢，非常的这个。合情合理啦，哎，能不能告诉我们观众朋友，一般如果说理头发，你收费是怎么样？理头发，对，200。理头发200哦，啊，洗发呢？洗头发全部200。哦哦，理头发再洗才250就对了。对呀、啊。哦啊，如果自己洗就200，对不对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对。好。那我今天要全套的，你这个都很便宜的家庭，全套就是、啊、还有什么？剪头发、洗头、洗头、吹头发、吹头发、刮脸哦，还有刮脸哦，然后挖耳朵哦，挖耳朵，现在全套全套。还有肩膀按摩免费，肩膀按摩免费，5分钟而已。按5分钟哦，这样全套，这样多少？300，全套才300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全套才300而已。来，赶快房香纯，你电话再给我们的观众朋友，电话是几号？
0983-618-618-618832-832。来，我告诉你哦，我现在就把自己交给房香纯，他为你们看一下，让他改造之后的 Tony Chan 有什么不一样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待会见哦。好 ，OK， 拜拜，待会见。好，嗨，大家看一下，哇，你看房香纯呢，又香又纯，真的生意很好哦。那你看，帮他现在改造的是很不一样，真的，所以我要热情的推荐。然后的话，房香纯这边呢，他有代售刮刮乐。哦，汤香老师从来没有买过刮刮乐啦哦，今天来香纯这边呢，大概高关机的哦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呢，有没有中奖没有很重要啦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呢，哦，200块一张，刮个运气啊，刮个公益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一般呢，我们会卖刮刮乐的朋友，其实都是比较弱势的朋友哦。这个的话，一张这样200，来看汤香老师，我就随便拿哦，随便抓一张。来看一下，来我们观众朋友，加一张200，然后来，那我现场来刮刮看，来，请跟我来看一下哈，来来这边，哟，好，哦行，妈妈我这边就有了，谢谢你哈，来，我们来看，他200块有10个了哦，哇。第一个是300块的，怎么样叫有没有中呢？两个相同的号码就有中了哈。来第二局，来第二局可以得到50000，哇，20跟18没有。第三局可以拿多少？第三局的是200哦，来200的话是啊，有位啊，哇。中了200了，有没有30跟30？哇，房香纯的刮刮乐这么好中啊！来，第四局的话，哎呦，200万，哇，200万，哇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两个号码一样的就有了啦。哦，好，24跟21，好，我们看第五局，所以你看。200元的刮刮乐可以呢，有10局挑战哈、哦，来可以得10000的，来10000的，我们看一下，12跟25，哇，第六局，今天还刮得蛮开心的，那么多可以玩啊、哦，又是200万，哇，我们看第六局，号码分别是12、14，第七局哦，来。1000元，来看汤立轩老师啊，14跟19不一样。第八局哦，来50000哦，我们看一下，哇哇哇哇，15、17，第九局哦，1000哦，我们看一下。21、24啊、哦，第十局，我们看第十局哈、哦，第十局是500，来请看，哇，汤香老师呢，在房香纯这边啊、哦，又香又纯的房香纯，哇，17、19，所以我刮到什么？我刮到30、30，刮到200块哦。真的是超有趣的啦哦，超兴奋的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看呢，这个房香纯现在又在忙哈、哦，这边有一位先生，我们来借他几分钟的时间。你好，耽误你一下，您贵姓？林，我姓林。好，林先生，林先生的话今年几岁？28岁。28岁哈、哦，从事什么样的行业？餐饮业。餐饮业哈、哦，那您啊、第一次来房香纯的男士理发吗？第一次来的。第一次的。那怎么知道这边呢？哦，就住附近哦。那啊、哦，对房香纯的服务，你个人觉得如何？感觉是还蛮亲切。啊，他很亲切哦。那他的价位呢？理头发对不对？对加洗250元，这样的价位是不是可以接受？对，可以接受。也可以接受嘛，哈、哦。
好啊，那汤轩老师希望有机会常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你喽，谢谢你的时间哦，谢谢。那汤轩老师再次的江房商城呢，他的店的地址，台南市上化区和平路202号，他的服务电话呢0983-618-832，再请大家告诉大家喽，谢谢湘城，那你忙了哈。我们英语新闻报，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别客气，拜拜。